请欣赏相声《论梦》，表演者马萧航、刘萧胜。给您换一场啊！刚才二位说的不错，哎，传统节目阴阳五行太对了。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一会儿，换我们哥俩呀上来陪着各位聊聊天。哎，该我们了啊！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嗨，每天上台之前都有一个小惊喜啊！我们今天叫什么呢？这个没有关系，叫什么都无所谓。哎，叫什么不吃饭呀？本来就是上来呢，跟大伙聊聊天啊。太对了。哎，这个说几个包袱笑料啊，哎，让大伙开心一乐。太对了，希望大伙常来听相声。嗯，下午听，啊，晚上还听。哦，哎，周一就别来了。怎么呢？周一休息了。嗨，对不对呀？听一天的相声也挺累的。那是。哎，各位真事儿啊，嗯，坐在底下不比在上边啊轻松。是吗？你看。坐在底下，嗯，每一场上来呀，嗯，都得鼓掌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咱们在这也就站20分钟啊，就下去了，不能多站吧？有那超时的呀，啊，多站就不合适了。哎，太对了，累得慌。大伙儿一坐坐一下午啊，对不对呀？有的观众还买晚上的票，嗯，哎，接着听晚场，连着听。哎，听完之后呢，也挺累的。那是。回到家呢，哎，睡觉休息，睡一好觉。这个一累了就容易睡眠就好，那可不，这个睡得就香。哎哎，你睡觉吗？不，这人有不睡觉的吗？我没说人，我说您。合着我不是人？人家睡不睡觉我管着吗？人家大姑娘问着你睡觉吗？你睡合适吗？我现在问你，你睡不睡觉？ 我睡觉。你也睡觉？肯定睡觉。睡觉啊，往往都伴随着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做梦。哦，有这种情况。哎，你说什么叫做梦？做梦就是肾虚呗。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人家医书上写了呀。谁的医书上写的？医书干嘛？医书就是医学方面的书籍。哦，你还看那个呢？你得看看怎么减肥。净这净这，提我减肥干嘛呀？医书上怎么写的呢？什么失眠盗汗肾虚多梦，有这么一句没有？肾虚可能导致多梦啊，但是做梦不一定都肾虚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给你解释吧。您讲讲。人呢，在睡眠过程当中，身体外界的刺激，或者是残存在身体内的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景象，这叫做梦。还真准确啊！我刚百度的。哎，嗯，现查呀，现查也得记下来呀。哦，对不对呀？我现在说了一遍，你复述一遍。来不了，对不对呀？嗯，你也得记下来呀。嗯，这个做梦啊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哎，一般情况下你没听说过没见过呀，这样的你梦不见。嗯，是吗？老话说男不梦运女不梦虚，就这个道理吗？不，这我还真不太明白。嗯，您分开解释一下。啊，好啊，先说说这个什么叫女不梦虚。就是女人做梦梦不见自个儿长胡须。是吗？拿您举个例子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比方说呀，你媳妇儿，我爱人，哎，晚上睡觉了梦见自个儿长胡子了。长胡子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密。哎呦，吓醒了。嗯，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个梦啊。第二天到了单位呢，要跟同事啊分享一下。还分享？哎哎哎，烧的哥，烧的，烧的哥，烧的哥，行了行了，嗯，这他们单位是咱们单位呀。咱单位那不叫饼的哥吗？还饼的哥了。哎，烧的哥，烧的哥，嗯，烧麦。烧麦，烧麦，我媳妇儿管烧麦叫大哥，这什么辈儿啊？这是，就一个烧麦啊，就一个烧麦啊，那一屉好些个呢，这不还是呢吗？对不对呀？这也叫烧麦哦，对不对呀？不是你爸爸啊？怎么还有我爸爸呢？啊，哎，烧子哥，昨晚上我做梦了，嗯，梦见自个儿要长胡子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密。嗯，跟我这护心毛都连在一块儿了啊！你还不信呢？怎么着？你看看，哎，穿上，穿上，有这事儿吗？这没有呗。哎，女不梦虚吗？啊，这是女不梦虚。哎，那什么叫男不梦孕呢？男人做梦梦不见自个儿怀孕生孩子。哦，是啊。拿您举个例子可以吗？不行。怎么这回不行了呢？说你自己啊。说我呀？甭提我啊。说我吧。说你啊。我晚上啊睡着睡着觉，梦见自个儿啊怀孕了。她怀孕了。哎呦，关键我还不知道是谁的。完，
麻烦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疼啊，疼得哗哗流汗。哎呀，打电话120，是给我拉到手术台上。哎，拿着个手术刀一拉，拉开了，从我这肚子里边抱出一个8斤半的大胖小子。哦，是个儿子。我这个儿子有特点，什么特点？随风长，哦，就长得快。哎呦，越长越高，越长越胖。哦，没一会儿功夫长1米75，大个，穿一咔大褂站我边上说相声。我弄死你！我挺疼的。废话，废话，你这多疼吗？多疼？就这么疼。报复心理多强，这个人就这么疼。怎么了？这不拿我举的例子吗？那我也没跑了啊。这不是说举例子吗？这能是真事儿吗？没有这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这基因能弄出这么大肚子来的是吗？甭老来这个，对不对？甭老来这个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没碰见过，没听说过的。梦不见哦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哎，一般情况都这样啊，也有特殊情况。这还有特殊的？哎，那天晚上啊，我们演出啊，哎，说这话就是去年了。哦，去年啊，在这个哪儿呢？在这个湖广会所。哪儿？湖广会所啊，后边幕布是黄色的。行了，行了。啊，湖广会馆。会馆。对，哎，在那儿演出。那儿啊，本来呀，开始就晚啊，是8点开。8点开场，正常结束呢，就是10点半。对, 对, 对，那阵2.5个小时。哎，对，那阵呢也不现实，对，对不对？一演呢，有可能演到11点了。啊，哎，服务员就骂街了。哎，啊，那我们也那么演，那也那么演。嗯，你说回到家之后，对不对呀？11点、嗯，你怎么着？你得坐车回家吧？就是，对不对？到家是不是就得12点了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开个门，你就得1点了，对不对？你开个门开1个小时，开门没开1个小时。啊，找钥匙找了59分钟，太棒了！啊，哎，开个门之后啊，换拖鞋，换睡衣，嗯，喂兔子，怎么还喂兔子呢？我喜欢小动物，哦，养的宠物，养了几个兔子，哦，哎呦，见天喂呀，喂的兔子特别的胖，特别的胖，大胖兔子啊，来吃夜宵了，嗯，哎，吃夜宵，喂完兔子，我赶紧洗漱，躺在床上，哦，就在我这个三睡不睡的时候啊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嗯。什么叫三睡不睡呀？那叫四睡不睡。哎呦，坏了，我偷睡漏睡了啊！你偷睡漏睡，在我午睡不睡的时候啊，怎么又午睡不睡了？我得拿这个睡补这个睡呀！哎，他跑这上睡来了，对不对呀？哎呦，就四睡不睡。哎，反正就这时候吧，半睡半醒，我们家那个门就开了。哦，哎，进来两个人。哎，这两个人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一个呀，大高个儿，哦，大高个儿，穿着一身白。哦，皮肤也很白，是戴着一个大白尖帽子，嗯，大白尖帽子，哦，哎，手里边拿着一挂锁链子，嗯，一个呢稍微矮那么一点，嗯，哎，是一身黑，哦，脸也挺黑，嗯啊，戴着一个黑尖帽子，哦，哎，还穿着一个马褂，哎，哎，哦，哎，你看就听这个你们乐着呢，是吗？手里边拿着一个狼牙棒，哎，哎呦，这俩人是谁呢？这您不知道啊？这是黑白无常啊！哦，你跟他俩熟啊？啊，没交情。哎，俩人过来了，你是不是叫马孝胜啊？问问你，怎么着要签名？哎，您要脸不要？现在不让随便签名，那可不呗，对不对呀？跟我们走一趟，走一趟。阎王爷有请。哎呦，不去，不去，我不认识他。谁认识啊？阎王爷说就找马孝胜，就找你。姓马的好些个姓马的呢，那是，对不对呀？姓马的99%都叫马孝胜。哎，凭什么呢？你可能是找错了。哎，我骗他呀！啊，我骗他呀！哎，不可能。嗯，肯定是你。你是不是在德云社跟刘晓航那孙子说相声？哎，啊，我说对啊。这你怎么答应了？这不提你了吗？你是不是叫刘晓航？是我呀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跟你说相声，那肯定就是我了。哦，说着话，拿着锁链子，哗楞嘎嘣给我锁起来，带着我可就飞起来了。哎呦啊！我低头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肉身还在底下了。完了！哎呀，你说这一辈子啊，感慨，万万没想到啊！啊，我睡着了是那么的英俊。哎呀，要点脸吧！赖着我飞了1个多钟头，哎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城池，是丰都城，鬼城丰都。进了里边之后啊，啊，可了不得，把我吓坏了。怎么了？里边啊，阴森的恐怖，哎呦，阴森恐怖！你看你黑不黑？黑呀，啊，比这还黑了，比这还黑。哎，对了，鬼哭狼嚎啊！好，你看他们叫唤的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比他们叫唤还厉害了。哎，哎呦，人家比什么？哦，吓坏了！边上有一个大油锅，哦，上面青烟直冒，底下是柴火，这锅里边热油嘎啦嘎啦直翻滚呢。哦，边上那个小鬼儿，嗯，把那个犯人插挑油锅，下油锅呀，有一个扔里边扎的，嗯，有俩搁一块儿，嗯，抻长了，抻长了，车里扎的。
我把人拍成四方的，拉三道，抖楞抖楞炸的，太可怕了，啊！你是没吃过早点吗？这不就炸油条油饼的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油条油饼那玩意儿可怕吗？炸活人，活人也这么炸？那可不是吧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边黑的说了，别看了，我们这敬这个啊。你呀、啊，老实待着，我里边给你报个阎王爷去。哦，里边报个阎王爷去，我在这琢磨呀，阎王爷找我，阎王爷找我能干嘛呢？干嘛呀？哦，阎王爷想听相声。嗯，但是我这相声不行。怎么了？我不会说单口啊。他不会说，我得把我那个搭档也弄过来。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。我一看他正在那儿呢。啊，比我来的还早呢。我也去了。哎，蹲那儿正吃鸡呢。哎，我心太大了。你怎么来的？哎呦，别提了。嗯，我早晨起来呀，开着我那个奥拓。我有奥拓。开着我就出来了。嗯，刚出门瞧见一个特别的景象。什么景象？有一个人倒着骑摩托车。这玩意儿新鲜。哎呀，倒着骑摩托车呀。不多见。对呀，我看看是王小格吗？哎，对对，王小格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正看着呢。嗯，前面有一破夏利。哎呦，这个破夏利呀，急刹车啊！我没反应过来呀，追尾我就来这儿了。我是车祸。你说，你来这儿了呀，我呀就幸福了，因为咱能说对口相声，我就省点劲了。你省事儿了。虽然这类活我也不太省劲，你看看，对不对呀？但是说别的，哎，咱们不就能少说点话吗？有你帮衬着我呀。哦。但是你一来我就心疼一个人呢。心疼谁呀？饼子哥呀。饼，对不对？饼子哥跟你关系特别的好啊。哎，队长跟我好啊。你说你一来，饼哥得多伤心呢。就是啊。哟，饼哥您来了。嗯，饼哥来了，他来了，您怎么来的？啊、哎呦，兄弟，我不是有一破夏利吗？他啊，早晨我开着我的破夏利啊，我就出门了，瞧见一个特别的景象。什么景象？有一个人呢，倒着骑摩托车。哎，场景似曾相识。我看看是王小格吗？我说踩脚刹车，我仔细看看。嗯，后边那孙子没反应过来。哎呦，当我就来这儿了。我说你看，队长，那个孙子在这儿呢。在这儿我老得是那孙子。哎，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。那是、啊、对不对呀、啊、您能给我们编排节目啊，编排场口啊，还管发队服，对不对？这多好。到那边还穿队服呢。那可不是吗？哎，那边也华人青年。哎，对不对、啊哎、要不说呀，您来了之后我还心疼一个人。还谁呀？四哥曹鹤阳啊。哦，叫四漂亮。四漂亮，对不对？四漂亮，四漂亮，跟您搭档好多年呢、啊、对不对呀、啊？您说您这夸嚓一来这儿了，他怎么能漂亮了呢？对不对呀、啊哎？他不也跟阎鹤祥一样寡妇失业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正聊着呢，我一看，哟，四哥也来了，四哥来了，四哥，哎呦，四哥您怎么来的啊？兄弟，我新买一摩托呀。嗨，天冷啊，我把羽绒服倒着我就穿上了。这么个倒着骑摩托车，哎呦，骑得正高兴呢，边上一破夏利，还一破奥拓，这就对上了。这俩孙子追尾了，嗯，当把我就给带堂底下。当时我并没有死，只是昏迷。那怎么来这儿了？来俩遛弯老大爷啊，一看，哎呦，撞得真惨。是，尤其那个骑摩托的啊，那个脑袋都给撞那边去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还活得了啊？啊，就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还活得了啊？啊？那位探一探鼻息、哦、一探鼻息，哟，大哥这还有气儿，嗯，有气儿，别闲着了，怎么着，脑袋掰过来吧，咔，四哥就来这儿了。四哥太惨了。我们四个正开小会呢啊，那黑的回来了。哎呦，走里边叫阎王爷去。嗯，带着我们就进去了。是一个呀、啊、挺大的一屋子。哦，不小。哎，摆着好些个桌子。有桌子，桌子周边呢还有好些个椅子。还有椅子，正当中啊有一个台。台，哎，台上啊有这个话筒啊，有场面桌，有扇子，有手绢，有醒目啊。一会儿当当钟声一响、哦、哎，又出来人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人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个头不高，嗯，皮肤偏黑。哎呦，体态微胖。嗯，头顶桃心。师傅也来。不要瞎说，吓我一跳。废物，你说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个形象？阎王爷。哦，阎王爷长这个样儿，哎，太棒了！阎王爷就阎王爷出来了，哎，阎王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走着矮子出来的，一拍小木头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耳熟啊，举头望明月，我叫阎王爷，哎哎、这何辙吗？这个你们几个啊，你们几个就是杨氏凡间臭说相声的吗？啊，他也没好哪儿注意，活了活不了，想封箱了吧？啊？你真是的，都跪下，都跪，一个一个都跪下了。
就有一人不跪。谁不跪？饼子哥。他怎么不跪呢？我不能跪。干嘛不跪啊？我是队长。哎，他跟谁冲字号呢？我是队长。还队长呢？哥哥，咱队都没有了。嗨，都来这边了啊啊！赶紧跪下吧。跪还是不跪？还不跪？阎王爷生气了。嗯，指那个小鬼来呀，打他！打！小鬼拿着狼牙棒照着磕膝盖，烫就这一下跪下了，趴下了，趴下了呀！哎，阎王爷说了，嗯，你们啊，杨氏凡间打什么鬼？胡说八道！嗯、叫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你们可有话说？问问我们一个一个都吓傻了，不敢说话呀！烧饼都休克了，哎，那打晕过去了，谁还能说话呀？嗯，这个时候就看他，瞧我了，大胖子刘小航，哎，他愣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，报告阎王爷、啊，我有话要说。您先等会儿吧。我怎么了？这是我娘们唧唧，我还一嘴天津话。阎王爷也知道啊，说相声一般的都是普通话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都是男性居多呀。啊、你娘们唧唧天津话，阎王爷一看又抓错了吧、嗯？坏了，给朱鹤松抓来了。嗨，要命了啊！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抓错了，放走吧，把我放了、哎。把你放走了，我们能干吗？嗯，我们一折的不就全走了吗？啊，是个主意吧？哎，你八嘎阎王爷，我就这样吧。我有话要说、嗯、啊，你说我们德云社这个相声不好啊，他、嗯、跟我们说不着啊。哎呦，我们都是跟那个老先生学的，对，人家那么教，嗯，我们那么学，对，人家那么说，我们那么演。我要起飞呀、啊，我，我干嘛呢？我这还跳上了我。你得吸引阎王爷的注意力呀、啊！我吸引他注意力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们说不着 啊，找老前辈去吧。找谁呀、啊？马三立呀、啊哦，哎，侯宝林呐、啊嗯，郭荣启，你找他们去吧。找他们去。阎王爷一想，哎呀，这个胖娘们说的有道理。哎，还胖娘们呢？行了，死罪免了。哦，活罪难饶。是，别当人了，当人就胡说八道啊！变兔子吧，变兔子了。我也想变兔子，能活命就行。是啊，哎，变就变吧。嗯，唰，拿了四张兔子皮。四张，三张写着公、嗯、一张写着母，怎么还有母的呀？倒霉就倒你身上了，报告阎王爷。哎，完全耽误了。哎呦，我也想变兔子、嗯、必须变这公兔子。干嘛非得公的？多新鲜呐，这都认识，仨公的一母的，我变那母的、啊、我豆子地里我要碰见这老三位，我活了活不了。我以为你也够巧的。去去去，我就打了他们一功夫，这仨人一人来公兔子皮，唰，全都走了。我们都机灵，就剩一母兔子皮跟我。我说这阎王爷，这我可不能变呢。你不变，你赶紧变，变，这我真变不了。嗯，你变不变？变，这我不变，不变来人打的。打小鬼拿着狼牙棒照我这脑袋，烫，就这一下，呵，打的我这个疼啊！这么一疼啊，哎，我醒了，我醒了。哎，我一看，嘿。我可没变，哎，那我们也没变。谁说的？嗯，我养那兔子都说话了，说什么了？我是队长，哎，他变了。这世界很酷。